欢迎大家收看由优酷直播独家策划的降落草莓星节目，本节目由大众纯电 SUV ID4 赞助播出。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狂欢 party 的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晚上好，我们是奶油蛋糕。Last night you say you wanna bet, say you wanna play rock with your friend. You say you want me to sing a song, and I think you're gonna freak it drunk. You must have gone out of your mind. You must be thinkingI'll be happy.Last night you say you wanna bet, you say you wanna play rock with your friend. You say you want me to sing a song, and I think you're gonna make me drunk. You must have gone out of your mind. Oh, you must be thinkingYou'll be high. Stuck on the drum, roll the silly song. Stuck on the drum, play the freaking song. Stuck on the drum, roll the silly song. Stuck on the drum, play the freaking song.
谢谢。我们是来自杭州的一支乐队，我们叫奶油蛋糕。其实在我们成立乐队的时候，我们本来想成为一个爱豆团体的，结果失败了，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超甜。我们也可以超甜。没有，主要是因为你油腻。对，主要是因为我。行了行了，主要 确实是因为我啊，我不够，其实我挺油的，但是腻吗？腻啊。大家看他像谁啊？不行。那就不说了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写给一群很特殊的孩子。这群孩子呢，是一群得自闭症的一些孩子们。然后我们观察了他们的生活，然后也去体验了他们的生活，也去尝试跟他们交流，所以我们就写了这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 Smile， 希望他们能每天开心，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露出笑脸，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这些家庭带来力量。谢谢。时候才能露出笑脸，摇摆的双肩瞬间逃离的视线，那是被刺痛的感觉，在满是针尖的世界下，因为幸福声笑声流眼泪，这种感觉怎样学会痛，因为会伤悲，努力上扬的嘴角，尽管我还没学会微笑。骄傲，低垂的双眼，无处安放的指尖，什么时候可以哭泣？什么时候才能露出笑脸？摇摆的双肩，瞬间逃离的视线，那是被刺痛的感觉，在满是针尖的世界下，因为幸福声笑着流眼泪。这种感觉怎样学会痛，因为会伤悲，努力上扬的嘴角，尽管我还没学会微笑。哦骄傲，一个没有光环的主角，一句没有方向的问号，在你晃动不停的身体
如果对我们乐队感兴趣的话，可以网易云微博搜索一下奶油蛋糕乐队，然后再反手一波关注，全网通缉。请大家记住，我们也可以超甜。没有，主要还是因为你超腻啊。可以超甜，可以超甜。你看我们长得多帅，对不对？小帅吧，帅吧，好像声音小了一点啊，没那么自信了啊。小妙，我们的贝斯手帅不帅？感觉大家说贝斯手帅好勉强。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 Old Cock， 是写我自己的。确实啊，这个好像看起来年龄大了一点，所以觉得这个年龄组乐队好像是件挺不靠谱的事，所以就自嘲了一下，写了一首歌。多亏这首歌是首英文歌，大家可能听不懂，对吧？我最喜欢你这种没有文化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很甜，非常非常甜的一首歌，又甜又腻又咸。来了。Every morning I put my shirt on, feel my heart beating the shirt. Turn on the radio to eat breakfast, calling my young stand a great picture. Pick up guitar, sing some old song, the neighbors think I'm out of mind. Deep silence in the corner, feel the sound of perfection.
Now I know it's changing my life. I am be survive. No emotion, I am cold. No, I'm not away, I'm not sure. No emotion, I am cold. Don't let me waste my time to hold. No emotion, I am cold. No, I'm not away, I'm not sure. I am cold. Don't let me waste my time to hold. Every morning I pull my shirt on, feel my heart beat in the shirt. Turn on the radio, doing breakfast, calling my arms, and a great picture. Since I'm full song, the neighbor think I'm out of mind. Keep silence in the corner, feel the sound of full pressure. Now I know it's changing my life. I am being survived. No, I'm only, I am told. No, I'm not old, I'm not sure. Don't let me waste my time to hold. No, I'm older, I am told. No, I'm not old, I'm not sure. No, I'm older, I am told. Don't let me waste my time to hold. 我们的鼓手老李，贝斯手小妙，吉他手 Star。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HSB， 谢谢。各位好，开启直播限定 Live House 空空嗨闹，各位好，我是李想。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优酷直播所发起的《降落草莓星》，现在正在直播，不是录播。然后刚刚为大家做演出的是我们的，你自己来说好吧，就是因为那个词儿就是哪个词儿？奶油蛋糕，哎呀，来，哎呀，可以，你们真的可以，你们可以来展示一下自己，来，可以站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我们的奶油蛋糕乐队，啊，没事，不急，这样，我们其他的几位可以来到我身边来，好吧，来，其他几位，这样先说说吧，因为你们一直在说嘛，这个我们乐队的名字叫做奶油蛋糕，为什么起这名字？谁来说一下？让我们贝斯手说点，贝斯手还在忙，你给他一点时间。那让我们鼓手说点，让鼓手说也可以，主要鼓手都没什么劲头。我是打工的啊，其实。鼓手刚才后面可啊当的，都不介绍我，看到没有？是的呀，来，你是现在有机会可以露脸了，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大家好，我是老李，好，谢谢。问题啊，为什么叫这名字？自我介绍了。对。问题是乐队成立那天，我们大家伙一起吃蛋糕了，正好还是我的生日，吃蛋糕，然后正好，
大家吃完之后起个名字吧，就说就这么随便的，就是因为很随便，就是因为当时吃蛋糕了，然后就起个这样。主要我们四个人都是很随便的。这个别乐说，怎么相识的？怎么相识的？各位，你们现在还在上学吗？我在上学。还在上学。贝斯手是学生。啊，还在上。对，我是学生。学生，让你看见学生，学生，教授。没有，是怎么认识的？跟大家说说，因为感觉上有年龄差嘛。一开始是我跟主唱说啊，我们搞一支乐队吧。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朋友，朋友关系认识的，对。对然后然后就是网友。网友，网友，网友，网友互相认识。但是你们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这人能不能跟我一起玩乐队？因为玩乐队就像谈恋爱一样的，就是性格不合的人其实是走不到一起去的。有想过这个吗？所以冲动了吗？那这样吧，你就说说现场你想把哪个踢出去，我想知道。没有。不是也是 先上车后补票吗？先上车是吧？然后现在合作是都很愉快吗？就是大家私底下会很在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是心特别齐的那种状态吗？对。会有分歧的时候吗？没有啊，我们就除了天天打架之外没有什么。请你保证我的直播好不好？请你保证我的直播好不好？如果你们在创作一首歌的时候，假如说互相之间出现分歧了，就我喜欢这个风格的，然后他喜欢那个风格的，你们怎么解决？来来来，教授您来说两句。教授说了算。对的，真的吗？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听你的。对，因为毕竟年长一点嘛，所以大家会都给面子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有纠缠不清的一些东西的话，一般就由我来拍板。啊，就你来拍板，就其他三位也是认同的是吗？就算不认同也没有办法。这可以的。而且你们是参加这个新血液一个计划的一个比赛是吗？对对。当时为什么想去参加的？主乐队嘛，总希望自己能上更好的舞台，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不会放过。而且我们应该耳朵能听到的所有比赛都会去参加。都会去参加。对，尽量都会去参加一下。我问一个特别实在的事儿吧，就是你是想火还是想让大家更多认同你的音乐？说实在话。这个好像是一回事吧。啊，火了就证明艺术家，保持一个艺术家的状态，把那个火那个去，来重新来啊，艺术家状态啊，是为了火还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我就一定火了。音乐重要还是钱重要？都重要，都重要。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实在，当然，对，因为任何一个玩乐队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也是跟大家经常会说，我也是玩乐队的。然后，其实我觉得通过音乐想让大家传达自己的理念，然后其实，在经济上，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但是支撑我们可以一直玩下去，我觉得这还是相当重要的，对吧？对，这是基础。OK，那个你刚刚也说了，说你们想去做那个偶像团体，是为什么能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当时真的这个想法吗？就是想去参加的时候想做偶像团体出道的，因为确实你们的长相其实可以的。对，我要说是真的，您信吗？我信啊，玩乐队里面你们算不错的。我感觉好像得罪了好多人啊。这段要考虑的，记得记一下。日后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说说你们的一些规划吗？是想出唱片也好，还是有什么像计划类的发展？我们现在日常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写歌，在排练。然后我们第一盘专辑其实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差最后的制作的阶段。然后第二盘专辑也差不多快完成了。这差不多快完成了，你为什么呲了一下？来来来，你来说说是什么意思？哎呦，感觉就是个写歌的机器。写歌的机器就是那么高产的，一定要一直在写吗？一次性写两张专辑发一张。哎呦我的天哪，一次性写两张。那你是奔着火去的。奔着火去的。然后其实我在台下也听了，我相信所有今天在场的人也听了，歌特别的热情，然后特别火，特别好听。真心希望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有越来越多认识到你们，对吧？然后越多。开玩笑了，希望你们更好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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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奶奶糕，谢谢，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谢谢稀稀拉拉掌声。没有了。刚刚是我们的奶油蛋糕，是我们的开场，为大家做开场暖场乐队啊。下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档节目，因为我刚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给我们后面的乐队去一些时间去来准备，因为今天的主角马上就要出场的这位就是我们的这个 Dirty Moon。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降落草莓星，
我们降落草莓星其实是一档在夏日里面为大家做直播的一档节目，然后是由我们这个大众纯电 SUV ID4 赞助播出的。同时在这里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阿里旗下的飞猪直播和淘宝同城直播对节目的支持。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奶油蛋糕乐队，也是由我们阿里文娱倾力打造的文娱青年社区葱圈为我们选拔出来的。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今天第一天看我们直播的话，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降落草莓星这个整季会前往8个城市，这是我们第四个对吧？第四个城市在杭州，前面会有在上海、西安，还有哪儿来着？啊，北京，我把老大本营给忘了，北京啊。之后我们还会去到其他4个城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同时也要多多关注我们优酷以及优酷直播的官方账号，了解更多的信息。还有就是进入我们优酷的 APP， 搜索降落草莓星这个节目，把这个特别好看的节目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下面要跟，哎，第一次主持的时候下面有人插话，可以的，开玩笑啊。下面要为大家介绍我们 Dirty Moon， 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摇滚乐为根基的电子音乐三人组。哎，这是已经准备好了是吗？哇，你们，那我快一点说啊，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他们的音乐融合了 breakbeat、indie rock、blues、dubstep、future bass 等音乐风格，大量的 sub bass 应用在摇滚乐的表现形式当中，加上啊、坚持独立的精神创作态度。也使我们 Dirty Moon 的音乐别具一格啊，正如他们的乐队名一样的，如月亮一般，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着。各位，下面就是我们的 Dirty Moon。来到优酷视频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降落草莓星球。我们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直播类节目，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火箭跑车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走一波。我也不太懂啊，不是特别懂。第一首歌《Black Sun》里的鬼送给所有爱熬夜的孩子。我是来自白丧里的鬼，出家为你挡枪的傀儡，让你的噩梦加速了是非，谁知道谁的心不知所谓。在角落里我是来自白丧里的鬼，白色的水枪击中你的嘴，黑色的胶囊里让我沉醉，
谁知道谁的爱不知所谓，流金色的眼泪。这世界真无聊浮躁，和坏女人的下颚，灵魂困了在垃圾堆睡着，祈祷着拥抱在桥下吃面包，爱得到最想最完美的心跳，说不太理智，说不太诚实，都是空都是空都是空、啊、不优雅的屋子他点起了胶纸，都是痛都是痛都是痛、啊、谁成为这个过失，我从来不想理智，只是梦只是梦只是梦、啊、我曾是为了色在黑暗里发热、啊、说的谁说的谁，我是来自丧里的鬼，主家为你挡枪的傀儡，让你的噩梦加速了十倍，谁知道谁的心不知所谓，在角落里我是来自白丧里的鬼，白色的水枪击中你的嘴，白色的胶囊里让我沉醉，谁知道谁的爱不知所谓，流金色的眼泪。这世界真无聊浮躁，和坏女人的香味，灵魂混了在垃圾堆睡着，祈祷着拥抱在桥下吃面包，爱得到思想最完美的心跳，说不太理智，说不太诚实，都是空都是空都是空、啊、不优雅的屋子他变成了胶纸，只是痛只是痛只是痛、啊、谁前面写的过失，我从来不想理智，只是梦只是梦只是梦、啊、我曾是为了色在黑暗里发热，现在谁现在谁，我是活在白丧里的鬼，只在清晨缓慢的入睡，偷走了藏在心底的宝贝，谁知道谁的爱不知所谓，我是来自白丧里的鬼，主要为你挡枪的傀儡，让你的噩梦加速了十倍，谁知道谁的心不知所谓，在角落里我是来自白丧里的鬼，白色的水枪击中你的嘴，白色的胶囊里让我沉醉，谁知道谁的爱不知所谓，流金色的眼泪。谢谢谢谢。那下一首歌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档音乐类的节目，就是它也是在我们优酷独播的一档节目，叫草莓星球来的人。对，下面一首歌呢是我们在草莓星球来的人的首场比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来自我看到的一幅画，我觉得很多事物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的，所以说下面一首歌呢是我根据那幅画带来的灵感写的一首歌，也希望这首歌呢也能给各位带来特别大的不同的想象空间。幻觉中的斑驳迷离。哇哦，幻觉中的斑驳迷离，当我转悠转悠转悠进深的梦境，幻觉中的斑驳迷离，当我转悠转悠转悠进深的梦境，幻觉中的斑驳迷离，让我转悠转悠转悠最深的梦境，幻觉中的斑驳迷离，让我转悠转悠转悠最深的梦境，幻觉中的斑驳迷离，让我坠入坠入坠入最深的梦境，幻觉中的斑驳迷离，让我坠入坠入坠入最深的梦境。哎，滴滴滴哈，哎，
睛，幻觉中我放过美丽，只想埋在你的心底。幻觉中我放过美丽，让我走入最深的梦境。幻觉中我放过美丽，只想埋在你的心底。幻觉中的半梦美丽，让我坠入坠入坠入最深的梦境。幻觉中的半梦美丽，让我坠入坠入坠入最深的梦境。斑驳美丽，让我坠入最深的梦境。幻觉中斑驳美丽，只想梦在你的心底。幻觉中斑驳美丽，让我坠入最深的梦境。幻觉中的斑驳美丽，只想梦在。谢谢大家，谢谢。下一首歌 Double Killers。Morning, I woke up for my nightcap now. Drunk night, blurring my ration. Put down it today, wrong invitation. Let's stand up drunk. Light a moment like a solid piece of paper. Need to be safe. To my back came here. People call us way.You have the time tonight, right? In middle sister, even if you are like a feather, right? Let's go start the door high, high, like a chicken cat. Face.Say, yeah.
拿着手机的朋友们，让拿手机，在手机上看直播的朋友们，看来还是不是很熟悉。你不要催促一下就刷火箭什么的，你要再有人刷火箭吗？不是，有啊，有啊，有啊，可以刷火箭吗？啊，你刷的，谢谢大哥。哎，你可以也可以练练，我觉得。谢谢这位宝宝的火箭，是这样说吗？你别太过分了，好吧？这样，刚刚我们是演了三，哎嗨，感觉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彩排的时候大家不是已经多少次了吗？这样跟三位聊聊好不好？要不可以把乐器放一放吗？对不对？来，可以站到舞台中间来，好吧？太逗了，刚刚谢谢大哥的火箭。谢谢那位宝宝的火箭和跑车。那位宝宝就是戴眼镜的那位宝宝，戴眼镜说你呢。谢谢你的火箭和跑车，我们刚刚说了啊，可以，这样啊，跟几位来聊一下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的名字，谁起的，谁来定的？来，我们其实是一起起的，我们的名字叫 Dirty Moon，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换了一种翻译形式叫坏月亮，然后非官方的解释是他们两个人说他们两个人是坏，然后我是 Moon， 我是月亮，但事实上我们的名字由来是觉得月亮它是一个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星球，一个星体，那它可以完全代表我们的音乐形式，就是我们的音乐融合性很强，也会带给大家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就是这样来的。刚刚你在发言的时候，其实你没有看他们俩在偷笑。来说，谁笑的谁说吧。我没笑，国硕老师，刚刚我们的解释是对的吗？对，我笑他呢，汗太多了。是这意思是吧？二位同意吗？就是当时那个选名字的时候啊，同意。其实本来我们想做一个 DJ 组合来着，就是 Dirty Moon 听起来特别酷，对。但最后因为还是弹乐器吧，所以就。但是你那个挺像 DJ 组合的，就是那个第二首歌刚一开场的时候，你那状态。这个乐队是我 solo 的一个跳板。现在你就要在场上把这事说出来吗？开玩笑是吧 ？OK。几位是怎么认识的？跟大家说说好不好？因为可能有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还不是特别知道。好，那个我们俩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校友，也是室友。然后我们俩是在上学的时候在一起就做乐队，然后呢毕业之后也是在一起做乐队，然后之后他搞制作呀什么的，然后呢在这之后认识小小。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玩滑板。啊，一起玩滑板上认识的。对，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玩滑板，说的好像现在很大了一样的。前面那个教授
是吧？还没说话呢，你这个时候年纪大，真的是的。就那时候玩滑板嘛，大家就一起，刚好，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都不一样，一般这种情况下，大家会互相说，我们可以继续玩滑板吧。对，就是礼貌的说，咱不在，对对，不适合，对吧？但是就因为不一样，我觉得才好玩嘛，因为推动音乐发展的一定是不一样的结合。如果大家都一样，那就。都一样，这没有意义。哎，那你们三位都偏向于什么风格？就是你们三位在自己心里面觉得自己最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可以跟大家说说，每个人都说说。我比较喜欢 break beat， 就是英国比较九十年代的一些电子乐，比如说 The Power J， 就是我的最爱，像现代的也会听一些，我听老音乐比较多，我比较喜欢雷纳德科恩 The Kinks。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但是因为有他们俩存在，所以我们的音乐出来，大家感觉都是挺好玩、挺新鲜的，挺不一样的。对对，所以这种融合特别好有意思。哇，就是完全没想到，原来你听的音乐是刚刚你说的那么多，我真希望我有一个是听得懂的，我这个还挺希望的，但是我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那你的风格是这样的 ，breakbeat， 然后我们的鼓手老师呢？我风格都差不多。对，能不砸台子吗？刚刚说了是咱们音乐风格都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对不对？按不一样回答，按不一样回答，对，不一样。世界音乐吧，对，世界音乐吧，对。可以，你们二位因为是校友嘛，然后又是同寝室的，我觉得音乐风格相像，很能理解，因为大家可能在一起嘛，放的声音乐都是差不多的。那女孩呢？你觉得？来，贝斯手。他们俩老在那个。节目上什么的老给他们学校做广告，我也做一广告。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友们，你们好。那个我们是就是在传媒大学约滑板时候认识的，然后我其实之前还有一支乐队叫 Zebra Run 斑马快跑，然后那个乐队的风格是车库，哎 Indie Rock， 所以你看我们的音乐里面也融合了一些 Indie Rock 从前面带过来元素在里面。对，就是 Dirty Moon 是我们三个人都最喜欢的风格，那里面融合了我们三个人喜欢的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在里面嘛。所以 Dirty Moon 是我们三个人最喜欢的。哎，这个比较好，因为三个人可能都不是特别一样。那你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们每一个人说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你们的乐队做的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单曲。每个人应该都不一样，因为风格不一样。来，谁先来？最喜欢的一首，然后说说理由，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布莱克桑》里的鬼，因为我是熬夜，特别能熬夜，熬天都是熬鹰之类的，反正特别能熬，就是。我可以工作呀，我可以玩游戏啊之类的，反正我就喜欢在晚上玩。那是因为你乐队名字也叫对，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布莱克桑里的鬼》。其实它的英文是 Ghost in the Black Sun。就是晚上对我来说也是亮的吧。而且就这个。好，这是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其实。喜欢的还挺多的，我最喜欢两首吧，一首是《幻觉中的斑驳迷离》。我发现了，你们喜欢的其实跟音乐风格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这首歌是我写的，所以我喜欢。没有，其实因为创作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嘛，所以说也融合了我们三个人共同的理念在里面。明白明白。对，然后我喜欢《如果妻子们集结起来》，If the vibes are united。对，特别有共鸣，就是只要听过这首歌的姑娘都跟我们特别有共鸣。听说就是现在有女孩就一回家为了震慑老公，然后就把那歌放起来。对，女性的福音了变成啊。对，来，古树老师是二泉映月吗？不是，你看你挖的坑，他也给我挖坑。我跟你讲，我真的是随口说的，我这不故意的，就是你的原因，真的。我喜欢我们。这个今年推出的新专辑这张那个在我周而复始的时光中吧，然后这首歌我是比较喜欢，我是这两年喜欢这种慢的音乐了，就是打起来比较舒服吧，然后这个歌也是小小他把词这些词曲都变得特别美妙，都挺好的，一会儿听一下就知道了。 OK， 待会儿会有是吧？对，一会儿就有。漂亮，这个就好，提前预告一下了啊。那个三位在一起组乐队组了大约多久？我们差不多，我们19年组建是吧？对。那现在三年时间、这样吧，每个人跟大家分享一个，或者你们三个一起说一个，在你们组乐队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好的也好，坏的也好，都可以，但是就是让你们三个人都觉得这事儿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刚是自费嘛，做了一张
小 EP， 就传到网易音乐上了，完了没有大概一分钟吧，完了就朋友打电话说，你们想签泰和麦田吗？啥玩意儿？这是在你们想签公司吗？我们上去上传一分钟，对，然后就有人给你们打电话了，对对对对对，完我们说好啊，聊一聊吧，完了我们就签约，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我也觉得挺快的。这是说明大家对你们音乐的认可，那一刻你什么感觉？就是忽然打过来是懵的，还是说应该刚才说我以为是骗子我以为是要买我版权的那种版权啊，我知道，因为我自己我也在做这些工作嘛，所以最后聊一下可信度挺高的，完了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就谈的还不错嘛，一直到现在，这我印象比较深，印象比较深。怎么你笑成这样，是因为你有印象不一样的吗？没有没有啊，也是这件事吗？最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其实那个录那个草莓星球来的人，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们优酷的，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那个节目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一种锻炼，真的身心的锻炼，舞台的锻炼。就经历了那个节目的打磨之后，我们真的会比之前好很多。哪方面好？就你觉得在舞台经验上面是吧？对，经验上啊，应变能力上啊，表情管理啊，表演呀，都会改变很多。OK OK。我觉得是一种成长，然后不管是在什么方向上面，然后包括刚刚看你们的风格，其实我还挺期待的，因为我觉得熟悉你们的人可能会知道说啊，你们风格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不一样这种感觉，但不熟悉的就觉得在吃那个夹心巧克力一样的，就是你不知道下面该是什么味儿了。对，这就我们想给大家带来的。对，这就是我的那种直观感受，我觉得也是今天肯定第一次来直播间的人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种我不知道你下面要干嘛，这个特别牛，所以说下面的时间还是交给各位，希望你们一直给我们传达，就是让我们预测不到你们到底要演什么，可以吗？好呀。OK， 加油加油加油，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谢谢。下面是我们新EP的一首歌，第一首歌叫塞巴斯蒂安，希望大家今天玩得高兴。静的光景，而静止的浪，不完美的色，奔向欲望的高墙，不停不响，不说不做无聊，荒诞且碎，可怜的谁是谁非？只需要你给他一双眼睛，只需要你带他潜入海底，只需要你那颗会发光的心，只需要你。他不再需要你，不再需要你，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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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需要你。I don't wanna be, don't wanna be your problem. All the drinking, raise the pink, don't watch in your action.静止的浪，不完美的肤色，奔向欲望的高墙，不
平不想不说不做无聊荒诞沉睡我连多谁是谁非只需要你给他双眼睛只需要你带他沉入海底只需要你那颗恢复光的心只需要你他不再需要你Don't wanna be a problem. Whoa, oh, oh, oh. Whoa, oh, oh, oh. Drinking red tea, I'm watching your action. Whoa, oh, oh, oh. Whoa, oh, oh, oh. Standing on my knees, don't wanna be your Sebastian. Whoa, oh, oh, oh. Whoa, oh, oh, oh. Fighting for my own, only fighting for my own.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a problem.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I don't wanna be your problem. I don't wanna be Sebastian. 谢谢大家。下一首是小小的歌，就是我们俩不赞同的那一首。抱歉，抱歉，我的那个琴没声了。咋了？出啥事了？咋了咋了？不是，你看这首歌准备唱这首歌之前出了一点问题，这有点那个像尬住是这样。啊、对, 对, 对我跟你说一件事你知道吗？在这场之前的前两场，有一哥们弹琴弹主音吉他的时候弦断了，是吧？还在直播、哦那。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你回去看那个回放，你知道好了好了。然后我说你换一下弦段，弦多长时间？他说十分钟，直播十分钟空十分钟怎么办、啊？你知道把我逼的，我在这儿唱，你结束了吗？没有没有，我一分钟啊，没事没事。然后我把这事说完，你知道吗？然后逼的我那个拿吉他出来，然后演唱歌曲，就已经把一个主持人逼到要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大概也懂了。别闹！你们是不是以为我真不会来？真的是，你好了吗？啊，马上是不是？他要跳街舞，对，来一个，你是不是我真以为我不会跳街舞？我跟你讲，你今天用这个MIDI放一个手，那个你刚刚的歌，我们鼓手不服啊，鼓手是不服，我跳街舞是这样，我这样，鼓手是那个通州第一男 B-boy， 来来来，鼓手来来，我真的不会，他绝对是胡说八道。那你先来，你先来，好吧？你先来，我真的不会。你先来，你先来，我真的不会，我给你个 beat， 你来，啊、好不好？你给我个 beat。怎么是改我就是街舞了是这意思吗？对，这一秒火爆嘛，所以我们什么都行。那我期待一下，等会儿结束的时候我就催你， okay, 然后再现场。OK， 没问题没问题。你好了吗？好了，可以了是吧？给了你一个比赛机会，然后一会儿我们结束，你们就在这 battle 一波那个。就能定了好吧？街舞 OK， 节奏跟大家商，跟那个咱们平台商量一下，可不可以让我们直播延时一下？后半场我们改成我就是街舞。交给你们好不好？加油！下一首歌替姑娘们送给身边的直男们 If the wives are united 如果妻子们集结起来你帮忙回到家身上做失败的抽泣你把自能倒立说了说了你还不停下快睡出人心像是高科技的记忆我半夜翻上天 If wives are united 让代沟留一圈你说你和狗一般鸟把苹果洗干净可标签还贴在那里就知道打游戏以为亚瑟摩根是你我一人来到底 If I die at night
带着你长大，却却却却却却让我很暴躁。我只想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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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躺，我不想提不在意，只想唱歌给你。我不来不是太多你的摇滚明星，我追的梦伴你的风，在最高的山听奇怪的歌，谁在听 ？Ain't nobody I all night。你别给我废话，我早晚送你回拉萨。你唱的真好听，还有一点文气，随着荷花言巧语，你压不住我的脾气，我一人来到底。让我很暴躁，我只想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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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躺。我不想听不在意，只想唱歌给你。我不来不是太多你的摇滚明星，我追的梦伴你的风，在最高的山听奇怪的歌，谁在听 ？In fact, I all night。你别给我废话，我早晚送你回老家。你唱的真好听，还有一点文艺。Every day, hey hey, Earth vibes are united. Hey hey, Earth vibes are united. Hey hey, Earth vibes are united.我刚在演的时候突然间想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演完这首歌之后就被淘汰了一定是有什么奇怪的力量是呗下一首歌星河滚烫，我因为我们把歌词也打在了我们的 VJ 上，我们很用心去写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在歌词里找到自己。星河滚烫，谢谢大家。少年说世界很忙，少年说想看星海，少年说不怕黑暗，少年说喜欢孤单。星河已注定无穷，谁又是我的英雄？我负了这场浪漫，要用一生去归还，寻找世界的尽头，不顾一切的行走，可能只是累了，
少年人微笑着，少年说世界很忙，少年说梦是星海，这炙热滚烫的爱，少年他注定悲哀，星河已注定无穷，谁又是我的英雄，我负的这场浪漫要用一生去归还，寻找世界的尽头，过一切的心脏，可能真是累了，少年人微笑着，注定无穷，谁又是我的英雄，负了这场浪漫要用一生去归还，寻找世界的尽头，不顾一切的心脏，可能只是累了，少点人微笑着。少年他无所畏惧，少年他笑而不语，少年他终将离去，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OK， 谢谢大家。下一首歌也是我们新专辑里面一首歌，就是萌萌特别喜欢那首《在我周而复始的时光中》，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怀疑自己，或者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的。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就是它描写的是生活中一些特别细碎的小事儿。我想通过这首歌，就是告诉你们每一位，不要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让Dirty Moon 变得比以前更好，让我们三个人变得比以前更好。在我周而复始的时光中，送给在座的朋友和屏幕前的你们。穷点谁在娱乐谁的伤我
在替我思考，无尽的遐想，把光晕埋藏在土壤，长出了芬芳。谢谢，谢谢，整的还行啊，整挺好。干啥呀？干啥呀？我错了。时光穿算了，没想好。下一首歌《Galaxy》是我们时光荏苒，对对，过了，要不起。下一首歌《Galaxy》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喜欢 Dirty Moon， 你们永远是我们的 Galaxy。 Okay, number one and two, source 3350, control still 570, box 3350, cabin 34, number one, use 3850, number two, source 3950, mixing chamber, box minus 43. Soon the darkness turned to blue.Flaming to the amazing world I never knew. What should I do? Or who I am? Forget it. Travel through the years of life. Stars are greeting to me. Galaxy. Searching for the truly truth of my life.Light to make me forever. Your eyes are my heart's cancer. You keep me alive. Light to make me forever. Your eyes are my heart's cancer. You keep me alive.
The stars are shining alone. The stars are shining alone. The stars are shining alone. 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家，是是，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Dirty Moon， 关注降落草莓星、嗯、以及继续关注草莓星球来的人，因为还有很多小伙伴还奋战在那个舞台上。对对对，你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该你跳街舞、啊、我跳什么街舞，先别急，我这样咱们还是要把流程要走一下，因为还剩最后一点时间。来来，我们三位来到中间好不好，因为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撩杆的说，因为很多喜欢你们的人正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正看着你们，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每个人说一句好不好，撂杆子说好吧，来来来，来这火车票谁报，谢谢各位宝宝的关注关注我们，十月份还会发我们这张完整概念专辑的 B 面 Over the Moon， 它会带给大家带来完全不一样的 Dirty Moon， 希望大家期待。如果拿我们的这两张 EP 拼到一起，可以我们进我们年底的今年的专场一个总结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你这真的这么随便吗？就直接身体健康了？不健康怎么挣钱啊？我第一次做这么开放麦式的感觉，你知道吗？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Dirty Moon， 这样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奶油蛋糕也请到舞台上来，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到舞台上，来来来来。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除了感谢我们两个乐队之外，还要感谢我们的大众纯电 SUV ID4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同时要感谢飞猪直播和淘宝同城直播对本节目的支持，也要感谢我们阿里文娱远程实习实践平台聪圈为我们招募到这么好的乐队。各位最后一点点时间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优酷，多多支持我们在台上的两支乐队，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今天整个直播间里面看得开心愉快一点，是吧？我觉得我就特别想跟你说话，你来说结束语好不好？来难忘今各位拜拜拜拜难忘